福国地民众拢期待相当久的，位于台南桂林大型奥莱商场，将要伫二月十六号来试营运。日前市长嘛特别前往现场，除了视察目前商场筹备的进度以外，嘛来针对着附近的交通控制状况，来提早进行规划，希望当伫咧开幕的时阵，带予各地消费者上好的购物体验。位于咧台南桂林的大型奥莱商场，即将要伫咧二月二十五号开幕。基金市长吴伟添也特别前往现地视察，了解目前各项规划进度。它地点实在太好了，就在高铁站旁边，而且是在新兴的沙轮绿会绿能智慧科技城的这个里面，所以提供了区内的不管是工作的人，或者是区外要来这个逛街的人哈，一个非常好优质的购物环境。这个商场是让各地民众拢期待相当久的一个所在。相信到时阵一定会吸引真侪人前来，而且时阵交通就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对此，市府嘛已经进行了规划，希望会当带予大家一个优质的购物体验。过去的例子，我们看到三井奥莱在各地这个分店开幕的时候，都造成了相当庞大的人潮。这个人潮带来了繁荣，但是也带来了交通的拥塞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严阵以待面对即将这个开幕的。这个三井奥莱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交通维护措施做好，也要把这个除了带来繁荣之外，也要带来秩序。在交通动线方面，我们会加派许多的警力跟义交来维护交通。第二个，在停车方面，我们有6500个停车位在区内，那有1700个机车停车位，有6500个汽车停车位，这些我相信。一定能够相当程度的疏解可能带来的车潮人潮。期盼伫咧商场开幕了，会当再带来新的领调甲经济高峰，进一步来带动各项产业的发展，为台南这个城市创造新的话题。记者柯佳敏桂林区采访报道。